S 婚后生下三个宝贝女儿，其中大女儿许希文不但和她一样拥有甜美的脸蛋和纤瘦的身材，而且也和她一样非常热爱跳舞，经常会在社群平台和网友分享三个女儿生活点滴的小 S， 最近开心在脸书透露，大女儿飞往韩国参加舞蹈比赛，而且还获得非常好的成绩，夺下舞蹈比赛中的冠军了。她晒出女儿获奖时拍摄的照片，只见她女儿脸上画着精致妆容，将头发扎起来，开心拿着奖牌拍照，露出可爱的笑容，模样非常甜美迷人。小 S 开心发文写道：感谢老师带领我女儿和同学前进韩国参加舞蹈大赛，竟然得了第一名。她激动表示，女儿和同学表现真的好棒，身为妈妈的她已经感动到哭出来了。